迄个国昌啊，人赖清德咧连袂拢无认真听，无认真听啊，所以今天嘛批评这个赖清德讲话很空洞，但是他也讲不出赖清德哪里讲错哦，然后就只能抓到一句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这句话阿扁也都讲过啊啦，阿扁也都讲过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的基础之上，所以要比抄袭的话是柯文哲抄袭阿扁的就对了。对啦，不是啊，你王国昌你嘛读啊侪册，啊阿扁啊咧做总统的时候你嘛搁咧活跃呀，你呐讲出这个话，其实因昨去参加这个国庆的这个典礼哦，八个人都很开心呐，因为八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啦，第一道去啊，你看这个画面。哦，大家笑啊，真欢喜。张启凯没有看镜头，大家叫张启凯赶快看镜头。哦，为比耶，为比赞，有无？哦，所以是压抑开心的情绪。他所谓的压抑情绪是这个。哦、对，然后叫头前迄个礼宾人员帮因八个人拍嘛，吼，起码做欢喜的嘛。因为主要引起八个人还可以拿到韩粉包包嘛。韩粉包包，重点是这个。韩粉包啊，顶反正无啊，写一个 H 啊，这个标可以装嘛 H 啊，一个保温瓶嘛 H 啊，迄块白色的袋啊嘛 H 啊。标准的韩文配备呢，那有可能不去念。因陈佩琪讲的是嘛，是讲啊音乐做低沉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民众党昨天对这个总统的赖总统的讲话哈，他们的评论都只是形容词。嗯。更惨的是国民党。嗯。国民党到现在一句话也讲不出。嗯。国民党起码阿北对赖总统的讲话有任何批评，人上少国台办交中国外交部拢够复制贴上。嗯。给个再起来抄大落去。嗯。啊，黄国昌讲空洞，嗯，国民党到今一句都没讲哎，他跳出来讲说，哦，柯文哲讲过，帮大家找，柯文哲的确讲过，柯文哲在这个2023年10月29日曾经讲过，因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他都不应该去这么做，柯文哲的确讲过。那我去查一下，最近两年有没有人比柯文哲先讲？有啊，侯友宜啊，今年28的时候，2023年头一年，不要给侯友宜版面哦。对，3月1日，我身为一个侯友宜的发言人，我当然是要持续发言。不是啦，本来就说柯文哲抄陈水扁，你现在硬要插进来说侯友宜没有抄陈水扁，再更多嘛，再更多嘛。所以我意思说，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啊，我就问一下，一翔哥，你是个理性的人吗？嗯，你是个务实的人吗？理性科学，理性务实。你有什么脸抄袭柯文哲的东西？随便的概念。你有事啊？你说我这个理性啊、哦，我抄袭柯文哲，那我变成要感性不理性，还要不抄袭柯文哲吗？啊、所以，我掉到陷阱里输啊！好，所以黄国昌昨天出来诉求是什么呢？是要呛民进党，顺便呛一下赖清德吗？我们请教一下义川哥、哦，因为他昨天说呢，我是压抑情绪参加国庆大会的，然后说呢，赖清德是讲说把国家利益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哦，黄国昌很凶哦，说他有什么脸面啊？引用柯文哲的话，他说这。这句话是柯文哲先讲的，说赖清德是抄袭柯文哲的。那个国昌啊，人赖清德咧连袂拢无认真听，无认真听啊，所以今天嘛批评这个赖清德讲话很空洞，但是他也讲不出赖清德哪里讲错哦，然后就只能抓到一句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这句话阿扁也都讲过啊啦，阿扁也都讲过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的基础之上，所以要比抄袭的话是柯文哲抄袭阿扁的就对了。对啦，不是啊，你王国昌你嘛读啊侪册，啊阿扁啊咧做总统的时候你嘛搁咧活跃呀，你呐讲出这个话，其实因昨去参加这个国庆的这个典礼哦、嗯，八个人都很开心呐，因为八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啦，第一道去啊，你看这个画面。哦，大家笑啊，真欢喜。张启凯没有看镜头，大家叫张启凯赶快看镜头。哦，为比耶，为比赞，有无？哦，迄林义君去过香港，比姐站起来，啊，后边迄个陈昭之个比耶。所以是压抑开心的情绪，他所谓的压抑情绪是这个。哦、对，然后叫头前迄个礼宾人员帮因八个人拍嘛，吼，起码做欢喜的嘛，因为主要引起八个人还可以拿到韩粉包包嘛。重点是这个韩文包啊，顶反正无啊写一个 H 啊，这个标可以装嘛 H 啊，一个保温瓶嘛 H 啊，迄块白色的袋啊嘛 H 啊，标准的韩文配备呢，那有可能无去领，因背就是去领这尔，啊其他迄个真欢喜，跟面对媒体，我是压抑我的情绪，压抑我兴奋的情绪，压抑兴奋的情绪，压抑我兴奋的情绪，啊去你讲诶。讲的遐个内容，你又讲啊，他讲得很悲壮啊，讲得很安怎安怎，迄唔是啦，迄是后边迄个 keyboard 手，迄弹音乐放比较悲壮的音乐啦，
迄民进党嘅做势场，较早对党外开始就是安尼啦。民进党嘅御用 keyboard 手，迄小周老师就上到这套嘅。但我听到他有点靠调啊香的感觉、哦，他说我本来是要去总统府前面抗议的。本来迄个跟音乐有关的啦，因为那个音乐只要一放下去哦，讲的人拢会悲壮。我跟他讲，民进党我那小周老师就专门咧舞这套嘅，你知道吗？音乐放得好，音乐放得好，好啦，讲啊，开始要无聊啊，下面都快睡着了、欸。那个弹 keyboard 的老师一看到下面快睡着，就是。砰！然后那个演讲的人就会说：“你给我掉掉！”然后就砰！然后大家就醒来了。主持人在这里，主持人、哎、呀这对吧？哈，这个是固定拢是安尼啦。陈佩琪讲的是嘛，是讲啊讲啊音乐就低沉诶。可是我觉得这个民众党昨天对这个总统的赖总统的讲话哈，他们的评论都只是形容词。嗯。更惨的是国民党。嗯。国民党到现在一句话也讲不出。嗯。国民党起码阿北对赖总统的讲话有任何批评？人上少国台办交中国外交部拢够复制贴上，嗯，加个再起来抄大落去，吼、嗯哦，啊黄国昌讲空洞，嗯，国民党到今一句拢无讲诶，因为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赖总统连古一个古灵头八二三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全部拢讲出来啊！哇，国民党哇，这下海啊，这闽东关内吗？那鬼用公共？哎、欸，那一川哥，你觉得他们昨天办的这个活动怎么样？因为黄国昌讲的一副那种，如果今天柯主席坐在我旁边，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主席会希望我们怎么做呢？因为柯文哲被拘留，咱已经可以用2到4个月。嗯，他必须要大好好工作，所以他会预期到10月10号，他没办法参加、嗯，所以有搞黄国昌讲10月10号，我其实无得出来，这是确定的呀，哈。所以呢，恁到时哦，恁来去参加黄国昌讲的意思是安尼，哦、欸，啊无除非是。黄国昌家己去不明白，要着要着讲柯文哲叫因爱去，因为柯文哲现在都不配合征询啊。柯文哲叫得力，应该是搞黄国昌讲拢莫去，这个国家不值得信任的，我们都不要去。其实因板带家吼，实在是做投机取巧的。嗯，嘿，西门捷运站六号出口，所有少年那要西门町那要六号出口，每一个行出来拢算因的，这嘛无啥物意思啦。好，所以请教一下委员哦、喔，那你看哦、喔，这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我还特别去爬文一下，啊，到底是谁先讲的？那黄国昌说人家是 copy cat， 那还是柯文哲自己才是 copy 人家嘞？我先讲啊，我现在是非常压抑的情绪，坐在这边要捍卫我们国民党的权益。那你笑一个自拍给我看。来，来，来，我们来拍，来，小朋友一起来自拍一下。莫名其妙，你告诉大家说你用压抑的情绪去参加国庆大典，然后下一个，哎、欸，自拍不是别人拍，你说别人拍你们就算。我印象中应该是黄国昌拿个自拍机，那个手机那边自拍嘛，他自己主动拍的嘛。就是你对外对你的小草，对你的民众党讲的，就是说我情绪很悲愤。但你对国庆大典上，你就觉得好开心哦，我来参加这国庆大典。然后你的小草怎么样去觉得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开心还是不开心？哈，那另外还是要讲哈，这个黄国昌也很好玩，他就说哈，因为哈，他12年前哈，曾经跟着这个一群民众群众一起上凯道之前，要喊把什么这个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我仔细算了一下。12年前是哦，应该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吧。黄国昌，你上了海盗一次吧，还给国民党一次嘛。之前去那边抗议过国民党的总统，那现在去抗议一下民进党总统，还给我们嘛，这样才有蓝白合的一个气氛嘛。但是问题是，还好黄国昌你没有这个上海盗、嗯，因为后来看到你下午的这个在西门町的人数哈、哦，如果真的去上海盗的话，可能连那个海盗跟重庆南路中间的交叉口那个区块，可能都满不了、哦，所以不用抢路权，不用抢，不用抢路权。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整个说法，就黄国昌他在面对柯文哲的时候。嗯，他都经常言必称柯文哲说、哦：“主席一定不希望怎么样？主席，哎，主席还在啦，主席在监狱里面，主席还在啊、哦。然后再来就是他言必称主席。那我觉得好像今天回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威权专制的国家，是爹亲娘亲都没有柯主席这么亲，对不对？以为好像跟毛泽东一样，什么事情都是主席说了算。台湾像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了，我们现在已经离那种威权体制很久了，其实不应该去搞什么偶像崇拜，但你所有东西在消费柯文哲的政治利益嘛，包含。”就连赖清德他讲的一个什么国家利益应该超越这个党派利益等等的、哦、他跳出来讲说哦，柯文哲讲过半大早，柯文哲的确讲过、哦，柯文哲在这个2023年10月29号曾经讲过，因政党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他都不应该去这么做。柯文哲的确讲过，
那我去查一下最近两年有没有人比柯文哲先讲，有啊，侯友宜啊，今年二八的时候，2023年同一年，给侯友宜版面哦。对，3月1号，我身为一个侯友宜的发言人，我当然是要持续发言。不是啦，本来就说柯文哲抄陈水扁，你现在硬要插进来说侯友宜没有抄陈水扁，再更多嘛，再更多嘛。所以我意思说，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啊，我就问一下，一长哥，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吗？嗯，你是一个务实的人吗？理性科学，理性务实。你有什么脸抄袭柯文哲的东西？随便的概念。你有事啊？你说我这个理性啊、哦，我抄袭柯文哲，那我变成要感性不理性，还要不抄袭柯文哲吗？啊、所以，我掉到陷阱了，输啊！你被三位原因了，我跟你说。我蓝白是好朋友，思维逻辑都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不需要这样子去吃大家小，去吃其他人的小豆腐。基本上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通用的。那你要这样讲，耐心的讲，你可以说他支持不支持，而不愿意算他说你去引用柯文哲的话。